救我们！ 梓潼，我是星河，这是我的手机号，这是我发的第一条短信，你能看见吗？看见了，半小时后国贸商场门外见，不见不散，赶紧来。 协调种植平衡，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持续稳定。梓潼，半小时后，国贸商场见，不见不散，赶紧来。 梓潼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儿，今天呢就是要谢谢你，请你吃个饭。谢我？谢什么呀？就是上次帮你讨债的事情，我爸呀破天荒的表扬了我，而且再也不反对我的工作了。你说我是不是要谢谢你啊？真的？啊，太好了。来，尝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咖啡。尝尝看。 有点苦，对呀，咖啡当然有点苦啦。哎，但是你不觉得喝起来有一种优雅的味道吗？啊，什么是优雅？我还是喜欢喝甜的。好了，快尝尝看，我专门给你买的呢。来，你怎么不经过别人允许拍照啊？啊。 你好，我们正在举办一个公益活动，用来收集100个最具有爱意的情侣的瞬间，用来筹集的善款呢，要捐给孤儿的。可我们不是情侣。对啊。哦，没关系的，并不是只有情侣之间才会有爱意，朋友之间一样会有爱，不是吗？那好吧，那我们就支持你吧。谢谢，那我们再来这边拍2张好吗？好啊，好啊，走吧。哎，来，两位准备好，哎，高兴一点，高兴点，笑起来。 哎，好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哎，好嘞 ，OK， 喜欢吗？满意吗？嗯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那我们去吃大餐吧。嗯，好了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啊。走。哎，等一下。走了，今天请吃的好。